everybody, let's go! 唯一的 entertainment 啊，所以你可以让真的是很八大王子甘心相乐，甘心的甜。哇哈哈！大外外，叔叔那边。好，接下来是童年的王冠。刚刚这个是李晨王。对呀。这个吉他老师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就是你们的代班老师，我的名字叫周周，我的学生们可以叫我吴老师。蒋松丽，对不起啊，姐姐，我又不敢了啊。辛苦了，顾及顾及好大嘿。OK， 哇，我爱你。一点下课，然后去上班做 part time， 到晚上十点回家冲饭啊，冲凉吃饭，继续做功课，到两三点睡觉。其实呢，我以前的创口是叫做扫跑。哈？哎，我今天这一集出来过文坛呢。今天我们在火车站，火车来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很有名的应该是医院吧？因为我妈妈是医师啊。那我们今天回来跟她分享一下一些我的。心路历程，走。我敢说了，这里真的是我的家，就是。